么多快递箱，我现在就要去把它给卖了，看能不能给他们换一包狗粮。把你们卖了吧。费了这么大半天劲就卖了8块钱，走吧，我们买狗粮去。我还以为要洗澡了。不洗澡，乖乖啊！哎呦，你想跟他玩吗？我们也养一只猫咪吧。哎呦，黄果也想跟他玩。呦，今天胆子好大呀，都敢看猫咪了。我们想买狗粮。狗粮？狗粮多少钱呢？你想要多少钱的狗粮？最便宜的多少钱？最便宜的呀，最便宜的这面都是170、160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有没有便宜一点东西？我们只有8块钱，能买啥？八块钱，您来这面。这个？8块钱只能买一个这个。都要吃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吃啊。这个是15块。想吃这么多，都想吃是不是？好惨呐、啊！8块，谢谢。我今天真是没想到，那么一大堆纸箱，到最后我们只换了这么一个蛋。你们要吃吗？噔噔噔噔，打开了，这就这一个怎么分了？谁吃？我给你们掰开，一人吃一块，给你的。火龙果吃一口，这里。火龙果要跑了。火龙果，给谁吃？咦，他不吃了。哎呦！好了，最后一块了啊，没有了。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卖纸箱子可以吃到肉蛋蛋，是不是？那以后我们一起下楼捡箱子去卖吧，好不好？喜欢就关注我吧，记得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素质三连哦，爱你们。